江经理，工课做了有关系吧？啊，你副总，我即马讲毋是经理啦，我只是代理经理尔。啊，你来找我，是有啥物代志要交代？哦，我想要拜托你替我核销一笔200万的销。200万？啊，200万是用伫倒位啊？ 哦，就请一寡国外客户食饭啦，因拢管是恁香槟啦，啊，佮有抽雪茄啦，拢是一寡足高档的消费。啊，诶，开到200万，你应该佮有其他的消费是无发票的，对无？我知影啦，啊，有的时阵为着要讲生理嘛，无法度啊。 是讲，副总，啊，你已经花名在外啊，啊，是咧，可有挣扎咧？形象嘛，小姐。啊，也毋过，我嘛无可能叫阮姐去中求学，所以我只好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嘛。哦，我知影，无我阁想看觅看要安怎处理较好。嗯，啊，对啦。 这代志千万唔通，互董事长啊，阁夫人知影，若无我以后伊袂甲臭头。啊，我知影。麻烦你啊。没。代志拢做袂完啊，今麦阁要记了一笔200万的账。 支出费200万，做安迪申请诶，我是开去倒啊？发票咧？是安怎无发票？高组长，这是啥？200万无发票，你嘛互伊核销？你是安怎做财务组长？安迪副总报诶是业务交际费。 照公司的规定，这款的费用唔免发票，也是收据，拢会当核销的。这是200万，唔是200万呢，应该交代有清楚。伊是去记什么客户，开伫什么所在啊？你真正两尊公爷安尼做，我会悔过吗？我知影周安迪开伫什么客户的身躯顶，就是什么。 露露娜娜，还是梦梦，因绝对哦是去酒店做，啊，啉酒醉了后，伊遐的酒肉朋友就该当作是潘呐，全部拢爱买单啦。妈，你这边绝对爱甲周安迪好好教示，若无好业界的人知影，咱盛发集团有一个了不起的，安尼会就见效。你放心，这届我让安迪知影，会当过安尼有袂来。 我做财务十几年啊，每一笔销一直拢是清清楚楚，我从来拢毋捌做违背良心的代志。这嘛只有提供比较知影啊。妈，这边一定要给高伟云一个严格的处罚，伊才会得到驾驶。高组长，我阁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赶紧坦白。我真正啥物都无做，我是要坦白啥物啊？ 我要开始倒数啊！这是最后的机会，5、4、3、2，是我。那200万是因为我，都。
冬月，我若是叫了摸唔着，迄两百万应该是俺爹夫松替阮爸行销的钱。夫人，这些事都是我唔对。俺爹夫松是同情我，才出手跟我斗三工，请你拜这笔伊，这两百万我一定会还。你会还？才两百万尔，你是公司的经理，你若想要还，你早就还啊。还是讲，你想要乌克兰给周安迪？不是安尼。李冬雨真正唔知我摕公司的钱去替伊行销，高组长嘛唔知迄两百万我是要创什么用的。这一切拢是我的主意，我愿意接受所有的处罚。我认为对你上好的处罚就是让你了解，你的滥用同情心。你冲动的行为会牵连偌济人？妈，李冬雨、高维云，顶届是有陈小春替您打责任，啊，不过这届您要自己面对啊。我会追究责任，这就适当的处罚。您就等民事命令发布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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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跟谁？你怎么你紧张？家家就是给人洗头路啊！你还可以去大捷建设挖苦陈小春。夫人，我，怀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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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安怎？怀孕啊，又搁来啊，搁开始苦肉计啊！怀孕老伙啊，赶紧去红车，赶紧啊！你看这位是。高维云小姐的家属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你即摆状况安怎啊？高小姐因为惊到较严重，伊把肚内底的囡仔无保掉，歹势。病人即摆还阁真虚弱，恁会使入去看伊啊。维云，维云，我要去找我的爸爸。维云，慢点啦！怀孕，我知道你真艰苦，你若想要哭，你就大声哭出来，我拢会替你辛苦边。你那啥会无去？你不是讲你会好好保护我的金孙？喂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会落地啦？而且你的状况就着急嘞，医生讲我通知家属，我才会打电话给因嘞。维云，你到底做什么代志？哪会不敢安尼啊？我唔是要借做营养品给你，啊，出来代志嘛是我咧做啊。我甲你顾条条的，你是做什么代志的老体啊？你讲啊，维云，你讲啊。黄医生好啊啦，你慢点，维云即马就虚啊，伊袂当想着切克。阮全家伙啊，是遐尔冤枉，这囡仔出事，阮甲你惜命命，啊，结果你连一个囡仔都保袂住，你到底有啥物路用？事业大事不是我冤唔对，拢是我害。是我害维云，工课压力伤大，伊才会情绪不稳定。工课，又还是工课！我早就跟你讲，工课失掉，你要找好好休困。你唔肯，你搁甲当面看报纸，你会甲囡仔讲条条。结果，啊，即摆囡仔无啊，你是要向洪家做甚交代？文云，你敢是为着要做经理，无顾性命，拼死做工课，所以才会不敢闹天？敢讲做经理比你做妈妈更加重要啊？好啦，拢掂去啦，无人愿意看到这款的代志发生啦。维云还少年啊，以后还有机会哦，有囡仔的，咱先来转啦，让伊好好休困。行啦，秀子，行啦。
手一下。我说了手，莫讲伊一拳拢来啦！囡仔互你害到老体，一滴目屎拢无流，规身干想要做经理，你根本就是贪人凶手啊！囡仔就是互你害死的。好啦好啦，秀子啊，好啦！你敢来遐骂伊？你敢有想过你真正是安怎搞到伊的？我搞到伊。像我母亲，我全家伙是安那哄他伊，连一声字都唔敢面说，这叫做看重伊哦。阿无母亲之前嘞，我云两个条盐巴豆，洗衫煮饭还搁我顾着，你大刚干那遐指挥伊，该当作是使用你，你这害伊身体无好，伊大刚都爱吃，伊是开安菜油啊，反复伊都无给伊两条条。你敢有法当退回？你伫吃安泰药啊？喂，你早就知影囡仔无稳定啊？魏云啊，啊，这款代志你乃无较早甲阮讲的啦。恁看，我讲得无唔对哈？囡仔就是叫你自家先害死的啦！就是，你莫安尼，莫安尼啦！你怎有你气死的？你拢无听重点，重点就是你无好好对待文宇，害伊身体无好，今麦囡仔无啊，就甲所谓的精灵三天爷头壳顶，你敢会输怪叔叔啊？冬雨，美云啊，啊文宇吼。都拜托恁照顾，吼、哦！我先出来来等啦，卡免吵着有恁休困。好啦，来等啦，吼、哦！先来等。你出去，我绝对要出去好好算账。好啦好啦，别再去啦。玉，哪有这种大哥？你有生的时候就把你当作是妈祖婆来款待，囡仔无的时候就安尼把你糟蹋，你真正就可怜。宝宝，感情真好。真正无啊！伊伫我的巴肚内底，断两个话话。我找伊无的时阵，只是小小一个点点，真正就够醉的。我答案，我会甲宝宝讲。多谢你欢迎来做我的囡仔，我真正真爱真爱你。我大家，我真正真爱你。我去做产检的时阵，医生佫甲我讲，佫过无偌久，就会当听到妈妈的心跳。我跟今晚我夜晚拢听无有心跳，妈妈，我都是妈妈的跳，我今晚我是你受疼了，妈妈，我爱你，我心都是妈妈的跳，你肯定啊，妈妈天天对夸天子，也就敢讲。宝宝，宝宝，若是知影伊这么爱伊，伊一定过来跟你结缘的哈。是舅妈，是舅妈妈，伊让我一个人做孩子。